太太热情如火，孔刘全身湿透连换两次衣服。韩星孔刘来台为代言的手机品牌站台，同时和大批粉丝们相见欢，各种暖心的粉丝服务全都做好做满。大概是粉丝们实在太过热情，让孔刘忍不住解开衬衫的纽扣，但又因为害羞扣了回去。这样，我们先把直播关掉。好了，请坐。哇塞，你真的很为自己，就是说突然间来一下就是出其不意耶。不，你若真的热就不要再扣回去啊，干嘛呢？因为啊，现场真的好热，我们让他换点衣服。因为真的很怕他会失控，一直挤下去。当老板的时候，流汗流很多哦。对，跟上一次的那个卡累。那大家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下去？好吧，我们让他稍微擦擦汗，因为他后面全湿，好心疼哦。最主要是我们经纪人很怕他这个一颗。因为这有很多人都忙着一边出来一边。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就是跟粉丝互动的这一个经纪人。对。좀 불가한 모습을 보실까봐 大家觉得我好像是不够好像身上有太多湿湿的汗味一样好那我们就请他好哇唱歌他换了另一件类似的衬衫再出场还被主持人黄子佼开了个玩笑你有换衣服吗你这个是厕所 The same 아까는그약간그블루데님소재그역시는색깔이조금달라요刚才的话呢，就是蓝色的这个牛仔系列的，那现在的话是稍微浅色一点点，还真的是不同线啊！哦，我想改了一块，对，不是改了一块，对，那个单子好像不错。他说他换了衣服，可是现在好像流汗流更多哎。要不要换短裤啊？啊，那就换短裤。啊，那个颜色，对，第一个，啊，저도괜찮아요근데하이파이브는좀돼其实他说就下半身没问题，上半身，所以他说他待会儿呢，起掌的时候，他只能是这样子起掌啊。哦，换一下试试。结果他又受不了，在机长桥段开始前，再度冲进去换了短袖上衣。虽然孔刘不断换衣服，但台湾孔太太们还是很包容，尖叫声从不间断，特别准备了惊喜替他提早庆祝40岁的生日。蛋糕马上出来 ，Happy Birthday。我的第一个愿望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的所有人，祝你们幸福健康。这是我的第一个愿望，得到美味的祝福。那如果弟弟是祝福还是什么的？좋은작품을꼭만났으면좋겠어요오래기다린만큼여러분들이다시너무사랑해주실수있을만한그런멋진작품을만나고싶은게제두번째소원입니다我第二个愿望呢就是希望能够遇到下一个作品呢能够遇到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因为大家等得太久了所以希望说能够下一个作品让我遇到更棒的作品好第三个愿望放心对，顺利许完愿后，孔刘在小鬼怪上身，用帅气 pose 切蛋糕，但却因为蛋糕太硬而变得搞笑，全场粉丝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想必孔刘对这次来台一定也是印象深刻。